下一个晚餐时间，那剪刀先给他寄吧。对啊，你要我怕被收走，怎么办？你说照他这样就是各种打架的，对啊，乱源呢。然后呢？哪里有智慧、啊？这 是新来都这样，是不是？跟杰克也这样。之前也是啊，他不懂规矩啊，对、欸，不懂怎么解任务，嘿。乱玩一天。哪有乱玩？我认真在我在乱玩。山上大神。认真。山上大神。打鱼竿，这不能忍。不能忍。揍他！扁他！刚刚被打倒了，看刚刚身上有什么。刚刚身上的茶包算了。我忘记吃晚餐了，我忘记吃晚餐了。耶、yeah, oh. ！有点到，有点到，点到了。折平的医疗用绷带在哪边、嗯？哦，在那边。看到人就打，也不是看到人就打。看到就我要打出闪闪，怎么可能？啊，我没拿武器，白痴哦！直接被闪闪打爆了吗？坏了！哎呀，完成了！看到！打扁腰了！打扁腰，腰，哎呦，我说把腰打扁。偷一下！要给我作为精品哦，我去捡一下。一个人不卖东西啊？木棍，哦，还可以。有时候瞬移一下、欸，哦，因为这个连线版就是这样。嗯，只有主机是顺的，其他人都会稍微有点闪。哇！要打他，我要打一下。你不在干嘛？我也打一下，一人打一下，刚刚好。哪里？打完了。打谁？躺了。在地上。要捡尸，捡尸。捡走。哎、欸，你一按久一点，他就一按久一点，被抓住了。啊，被搬走了。啊，你要带捡尸，真的捡尸带回去啊？可以看他身上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他寄这个给你。我捡走了。他寄这个给你。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快捡！快捡！警察来了！赶快捡起来！赶快捡！捡起来！啊！被捡走了！打他！打他！把他抢回来！哎、欸，我挡着！我挡着！摸！我身上有东西！摸！我身上有东西！快点！你身上有东西！还有警察来了！不是！这里在狙击！太多人了！死在这里了！不！搬走啦！不！金剪刀，我看到了。阿基，你要教我怎么剪，我不会剪。阿基，剪刀没了。可以伪装成警察去剪吗？你没有卡也进不去他的那锁起来的地方啊。对啊。还没吃饭，赶快去吃饭了。加班呢？赶快去吃饭。先不要看他，去吃饭。哎、欸，我全身都是违禁品。这是怎么点按一吗？按着，一按着捡东西。你看，啊、不是首先你身上要是空的，你身上不能放。对你身上要有空格。哎、欸，你身上只有六个空位而已。有。啊，警察好烦哦、喔，一直追过来。你要躲一下。藏违禁品的东西在哪里啊？我看。二楼不是有一间吗？在里面吧，我看一下，二楼吗？哦，你说被没收的？我记得要从通风管进去、欸，刚好跑到室外，太扯了吧？那边室外有过难捡，那随便都被狙击。嗯。今天没有人削马铃薯没吃饱。你要怎么找削马铃薯啊？哦，这是哈基秀秀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！你主心很高的时候被抓，就会去小麦。有观众 提出很有力的教学。对啊，你对一个人点滑鼠中键，滑鼠中键，对一个人这副就锁定了，可以瞄准他了。一楼哦哦啊哦！玩了这么久，第一次知道。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功能。对啊。好。
在这里啊？我记得在右边这边吧。干嘛？感觉在点名的是。对，右键可以防御，我知道，不到中间而已。可能在那个吧，特工的那个房间吗？特工房间的右边啊，有啦，违禁品箱看到了，在这。违禁品箱这一个。喵。这个。找不到巧克力的海报。我们最少要先开这个门，还是说有没有通风管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在这里。我先去点名，我先点名。好好。去捡那个三个桶。哦，可以，上面可以开吗？他隔壁，他隔壁有一栋。那就需要螺丝起子喽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快两年啦。啊啊！被锁住了。啊，只好明天了。啊！啊！不小心被锁住了。螺丝起子我有了。时间还来得及。螺丝刀我有，那就差桶子，差两个桶。嗯，等下看到有油漆，帮我捡。油漆桶啊。对，睡觉喽。我的床上怎么有这个？床不能睡啊！一按久一点。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成功了。然后再点一次一。哎、欸，然后你等下拿那个很像阿宝的东西对他点空白键，对，对对床点空白键，对床点空白。哦，一个假人在那边睡觉是不是？对，不然警察会想说你怎么还没进去。哦，原来是我钱不够啊！老痛，找游戏好，只好再来做一点事。找游戏桶，找游戏桶，找系统，找游戏桶。没有。油漆桶。好啊，不然我要找一个油漆桶，可是是任务的。任务的、哦。对啊。任务的应该没办法拿来做。对啊，那就算了。这里没有了。好、欸，谁没点名、啊我忘记点名了，我忘记点名了。土豆王，土豆王，你知道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点名吗？点名一定要去，其他都是可能就是加一点点心。啊，要去小土豆咯，土豆拜。土豆，我身上还有违禁品哦，还有一大堆哦。土豆咬死了，土豆拜。我忘记的。刚说你怎么点名那么快，从你房间走出来？他在房间点名。我还要过走。感谢土豆王的努力。感谢土豆王的努力，我们的心术全部下下去了。哦，原来这样就削土豆了。哦。对呀、啊。削土豆。人生第一次削土豆，觉得怎么样？真的，人生第一次削土豆哎、欸！没吃早餐的白痴哦、喔，刚刚那个时间哦，都是刚刚时间太短了。土豆王、嗯、警察，你不要一直看到我进别人房间。哎呀，阿比就是打死，不是我要都没有通知哎、欸，通知这么少，锻炼时间造成骚动哈。哎呦，我的违禁品要被捡走了的。桶子真的好少、哦，对啊，你怎么可以打人？我看到你打人打人，我要拿武器，我拿武器，拿武器，还是看哪个 NPC 手上拿桶，直接扁他吗？啊、直接揍啊，也是可以。刚刚不是有一个有拿？嗯，里面还有卖胶带，可是钱不够。还是随便扁几个人看看他身上有没有，他会拿在手上。可是油漆桶他们应该会拿在手上，我就看到油漆刷、欸。我就看到拿着那个黄色瓶子的，嗯，桶子。那、怎么这两个又打起来？这两个是谁呀、啊？杰克跟谁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哎呦，嗯，合个武器。杰克跟鱼竿他们突然走起来。哦，我看到一个，揍死他！杠杠，不要吵，杠杠！啊，你才看到了。刚刚啊，刚刚可怜的刚刚，刚刚跑下去了。刚刚楼下，刚刚我把他打倒，你等下去捡。好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。好，快，赶快。可是按E一下是哦，你是在捡、啊、要捡什么？他的桶子，游戏桶。他没有游戏桶啊，身上没有啊。手上，你切另外一个页面，你要切到他那个衣服那个页面。他衣服跟那个手上拿的东西是可以另外扒下来的。嗯，哦，他跑掉了。哇！我去晕打他，再来一次。碎碎碎，叫你碎，叫你碎，叫你碎。好。哎、欸，我又抢到警察衣服了。哦，他算了。游戏桶拿到游戏桶了，拿到游戏桶，先我们还缺一桶，还要三桶，还缺一桶。对。但是我们等一下用什么出去？我们现在要拿回剪刀，先把剪刀拿回来啊！需要有东西垫脚的。嗯。游戏桶不算违禁品吗？游戏桶不是啊。但它合上去就是。合上去，合出来的东西通常都是违禁品。嗯。没事，合那么高，站那么高干嘛？杰克拿油漆刷、欸，哎，你有没有油漆桶啊，杰、啊、克？有吗？我也是看到他拿油漆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一个油漆桶，有。谁？你是说放地上的吗？不是，我在那个是谁的箱子里面捡到的。哦、那你我自己先去有一个，我刚放进去的。哎、欸，那我刚刚放进去的啦。什么啦？我被打倒了啦。我刚刚拿到的油漆桶哦、喔，要被拿走了啦。哦，没有，我被打进医院而已，还在身上。打进医院？哎、欸，还好，他不是违禁品啊、嗯，还在身上。我的油漆桶，你不要揍我！我躺在床上。我的油漆桶，我的油漆桶。你们两个自己叫他打我。过来、啊！打我，警察！啊、跟你讲，这里没有警察喽。警察他们打我吃饭吃屁哦，起来了，吃屁哦。感谢礼物，白目人哎、欸，人家吃饭把他每一个都打起来。那关键玩了快一个小时啦。哎、欸，是谁房间啊？繁星房间吗？怎样？没有，一楼，一楼。嘿，一个小房间，你先点。你看到，嗯。一楼小有个小房间，你会看到有个桶子放在那边，右下角，偏右下角的地方。啊、好，我就看看。一楼右下角，有看到吗？一个小房间，有个桶子。哦，有，看到。他、啊、所以这是刚哈地丢的，你为什么丢把人家丢到陌生？丢的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从那边爬出去。对。哦，哎呦呀，猫咪呀、啊！哎呦啊，猫咪呀、啊！啊，猫咪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找第三个。哎呦呦，站！原来藏在轩的房间里面了、啊。哎呀，调皮、哎！都是哎呀，不要追啦！繁星，你有拿螺丝起子？哦呦，看到了。我有一个小小剪刀。耶、yeah, ，那个人。哦，我垫脚做好了。好，你垫上去。哎呦，海报哎、欸，这是要找那个巧克力的海报。上来，站上来啊！我怕我体力不够。啊，我现在不能上去啊！哦，可以。工作时间。上去喽。可是这样，我们下去哦，等下直接拿它来看。哎呀，干嘛打人呐、啊？按错了。又打人。没有去工作吗？有我打工了，爸，没捡到啊？哎、欸，啊？为什么说这些？捡到呢？啊，卡的嘞？啊，会不会太多东西被刷？被洗掉了吗？
你说被抓了太多是不是？太多违禁品，然后他会被，好，我走了。那拿锉刀材料吧。那，我有一点点。有，我有一个一阶，差一个胶带上二阶。差一个胶带上二阶，这里面没了没了没了，我拿走拿走，走回去。好好好，还要来了。他不会进来，他们不会进来。我现在都擦胶带了，就是我锉刀好像有多的。擦胶带哦。OK。嗯。看一下我的仓库。看一下，对，我还有一把。我这边还有一把锉刀，所以再一个胶带上一件。活动。刚刚我们两个没有去那个啊。弄活动。锻炼。哦。锻炼。我觉得我刚刚锻炼的不错啊，还被你打。还被揍。原来是这个锻炼的部分啊！可以来，我有胶带，嗨，两捆，好，啊，还有一个那个锉刀就可以精简，都有，这里也有，来，身上好多东西哦，怎么了？那个人又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、欸，哈利矿，哦，看不到暗沉啊，哎，我喝解。没有柜子贴那么多、啊，你听说不小心打到谁了吧、嗯？没有不小心的、啊，故意的、啊。这里没有，晚餐时间。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够、欸、几把金剪刀啊。晚餐时间，像今天应该就可以走人了吧？可以啊。不要打我。不要打我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走人了。看土豆网会不会被封杀？看土豆网，等下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吃个饭，悠闲的吃。哎呦，怎么有人开始揍人呢、啊？那是谁呀、啊？秋风啊，没有交代。